两位美女同仁，大家下午好。正宗冰淇淋，正宗好口味，欢迎大家来到由冰淇淋中的领导品牌哈根达斯签约极客电影的新闻发布会。掌声，朋友们。是送给今天这一个属于哈根达斯的大日子的掌声，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踏上这一段甜蜜的旅程。自我介绍，我是来自上海东方卫视的主持人朱桢，很高兴在北京和大家见面。那我觉得今天呢，相信在现场的每一位朋友都在期待一路走来都有星光熠熠相伴的哈根达斯在2013年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带给大家。说起哈根达斯，大家都知道是冰淇淋中的劳斯莱斯，一直致力于用最天然纯正的原料为大家带来顶级的饕餮享受。而说起极客俊逸，这一位来自四川凉山的美丽的会唱歌的彝族女孩，在2012年最火热的选秀舞台上《中国好声音》当中呢一战成名，用自己魅力四射的舞台表现征服了全国亿万的观众。那哈根达斯为什么会如此钟情于极客俊逸？双方合作的缘起又是怎样的？让我们一起有请哈根达斯品牌总监王威先生为我们来做一下解答，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谢谢大家的掌声。尊敬的各位嘉宾啊，各位的这个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见面，也欢迎各位来到这个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那我仅代表哈根达斯公司在这边对于大家对于哈根达斯本身这个品牌的一贯支持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那对于哈根达斯来讲，作为刚才朱桢已经讲了，作为世界领先的品牌，我们一直致力于用最至臻完美的品质来制造冰淇淋。那在选择代言人方面呢，能够甜蜜牵手极客俊逸。那刚才在后台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个极客俊逸？那我觉得非常简单，有两点。第一，极客俊逸本身的个人的气质和这个哈根达斯的品牌非常这个契合。那第二点呢，我认为极客俊逸他身上散发出来这种气质，可以让他成为明日的一个闪闪的一颗明星，那我们非常看好他。那大家都知道，哈根达斯作为这个世界比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冰淇淋品牌，他一直用这个追求用这个最天然的原料、最优质的原料来制作我们的这个冰淇淋，能够让大家能够享受到这个舌尖上的这个甜蜜的奢华。那对于极客俊逸来讲，我们发现他身上也有非常好的这种特质，比如说他的这个魅力、他的这个优质、他的这个天然、他的感性，都跟品牌不谋而合，跟我们的品牌这个气质不谋而合。那曾经有人也打趣说，他这个健康的肤色是不是可以代言这个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将它实现。那极客俊逸在国内毋庸置疑已经展示出了他的这个实力，那我们也觉得他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这种国际性的气质，包括他血液里边的这种民族风，那我们认为是可能对于他未来的成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用这个极客俊逸身上散发出来的民族气质作为这个创作灵感来制作我们的产品以及包装，大家也可以有所期待。那回顾我们哈根达斯以往这个合作过的女明星，刚才大家看到 video 啊，既有这个在世界片场闪闪发光的范冰冰，又有在这个世界网坛驰骋拼搏的这个李娜，她们都是在世界舞台上已经证明自己，已经展示出中国的元素。那我们相信，我们有理由相信极客俊逸在他个人的天赋以及他的努力，包括加上这个哈根达斯对他的这个保驾护航的这个基础上，可能成为下一个的这个国际闪亮的这个星星，我们祝贺他。好，那最后我再次感谢这个各位的光临，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魏先生，其实说的已经非常全面了，大家可以想到真的有很多的气质不谋而合，包括在未来强强联手绽放出更强大的一种光芒。很多朋友都在期待今天我们的代言人会怎样亮丽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在2013年全新的哈根达斯品牌形象代言人极客俊逸小姐，有请。好美啊！各位朋友好，我是极客俊逸。
特别高兴在今天见到大家，也谢谢大家来支持我们，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说签约会。签约会的话，最重要的就是签约的这个高潮。我们今天也将会用非常特别的一种方式来为大家展开这一段甜蜜的牵手。我们再次来有请我们的王威先生。来，这边请。来，那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带上来的是一个放大了的哈根达斯冰淇淋。那我们接下来将会有请这个君怡小姐来一次叫第一次的甜蜜接触，在这个手印版冰淇淋做的手印版上按下你的手印，来触摸一下属于你的这份甜蜜感觉，好吗？来，我帮你拿着话筒。那么也请先让回头，我们大家一起记录一下这个时刻，稍微用力的按压一下。哎，好，看一下手印已经上去了，淡淡的这个手印其实已经有在上面了。好，那我们按上这个手印呢，也是完成了这一次与哈根达斯的第一次甜蜜接触。而同样作为冰淇淋中的王者，皇上请拿上您的玉玺，我们要有请王威先生在我们的冰淇淋板上用玉玺留下美好合作的印证。好，这边是手印，这边是盖上的玉玺，所以呢我们也正式宣布哈根达斯签约即刻决议2013年全新品牌形象代言人，两位合影留念。各位媒体同仁请注意往这边看平面广告照片，3、2、1请看。哇哦，恋上哈根达斯巧克力耶。哇，哎，这个肤色真的是，哎，你看整个下面，哦，大家赶紧你们自己来。哎，我们如果这边看得清，往这边再往前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放大的这种感觉。分别来谈一谈他们看到以后的感受，好不好？我觉得在合作当中真的是非常愉快啊。那我觉得吉克身上的气质啊非常兼容，兼容感性与性感，兼容健康与有魅力，所以整体来讲跟产品相得益彰，各有特色，所以非常好。拍摄的当天真的是拍多久？差不多一整天，10多个小时。对，一直到凌晨了。哦，凌晨了，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他们都非常辛苦，跟我一块完成了这个作品，所以这个作品不只是我吧，背后还有很多很多为此付出的我们哈根达斯的所有成员。哇，所以看到这张照片，觉得这样的美好的呈现，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对不对？对。结果我相信，哎，是不是在很多的门店，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些这些照片，对不对？对。哎，那我们这也是我相信很多朋友所共同期待的。那我们看到了这张照片以后啊，我也是听说哈根达斯还为吉克隽逸安排了全世界最开心的工作，有这件事情吗？哦，你的消息很灵通。真的有啊？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能说的还是不能说的？应该可以说。也是能说的，我来听听看。我觉得不仅是最开心了，而且是最甜蜜的这样一个工作。那大家知道，其实哈根达斯它是在全球啊，全世界各地去采集最好的原料。那比如说这个哈根达斯的香草，它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哈根达斯的巧克力是来自于比利时；哈根达斯的这个抹茶是来自于日本；咖啡是来自于巴西，等等等等。那我们也是特别想邀请吉克隽逸啊，能够在世界各地能够探访、造访这些原材料生产地，然后呢，揭秘啊我们这个好口味、好品质背后的这样的一些秘密。那包括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吉克隽逸能够到我们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些专卖店，比如说像伦敦啊、像巴黎呀，去给大家分享啊世界各地的这种风情，以及哈根达斯在国外到底是有怎么样的一些这个风采。那也是希望能够聘请到这个
极客俊逸能够参与这个活动。哦，这太棒了，这是甜蜜的采风之旅啊！啊，有没有想过最想去哪里？刚才有说到一些。比较想去伦敦吧。我想去伦敦。伦敦不是有旗舰店吗？就在伦敦桥那边。伦敦桥那边有旗舰店，而且伦敦是这个时尚之都嘛。对。今天我们聊了那么多，康纳斯也为极客俊逸准备了一份很精心准备的礼物，各位请看这份礼物究竟是什么呢？来，有请。哇哦，懂音乐的朋友都看出来了，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留声机，格莱美的奖杯，但却是用哈根达斯冰淇淋做成的，外面是巧克力，里面是冰淇淋。哦，这种感觉，两位再过来一点点。然后那我觉得应该是由 Brett 来送给到我们的代言人，好不好？来 OK， 我们来帮菊客拿一下你手中的这个话筒，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在这座冰淇淋做成的由哈根达斯颁发给明日国际巨星菊客俊逸的格莱美奖杯。好，那我相信今天极客俊逸带给大家的这份甜蜜和自己品尝到的甜蜜，大家也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一份呢，先帮他收藏着了。好，谢谢。那我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感谢哈根达斯为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一次甜蜜的聚会。我们一会儿呢，还会有我们的群访。不过在这里先请我们 Frank 休息一下，